某天，小树蛙到狐狸猫家里玩，才刚进门，就看到狐狸猫站在桌子前面，正在将纸撕成碎片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们今天要玩撕纸游戏吗？你先帮忙将这两个气球吹起来再说。于是小树蛙看着不知道在搞什么把戏的狐狸猫，卖力地将两个气球吹好。我今天来变魔术给你看，我刚刚撕的这些小碎纸会看脸色，他们喜欢开心的感觉，会对笑脸有反应，但对不开心的脸则不会有反应。说完，狐狸猫在一颗气球上画了笑脸，然后在另一颗气球上画了生气的表情，接着就一边用尾巴在笑脸气球上摩擦，一边念着 Money Mommy Home， 笑脸会有好人缘，连小碎纸片都爱你。只见狐狸猫拿着气球的笑脸靠近那堆碎纸片，咦，好多碎纸片居然真的神奇的自己飘了起来，粘在气球的笑脸上了。接着狐狸猫拿着另一颗没有摩擦过画着生气脸的气球靠近碎纸片，结果就像狐狸猫说的，碎纸片对不开心的脸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难道狐狸猫真的会变魔术吗？其实这是因为被狐狸猫尾巴的毛皮摩擦后，气球摩擦过的表面会带有电荷，会吸引不带电的碎纸片，这些电荷不易自由移动，称为静电。而生气脸的气球之所以不会吸引碎纸片，是因为没有经过摩擦，所以没有产生静电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其实处处有因静电而产生吸引的现象哦。快速撕开免洗筷塑胶套，塑胶套会粘在手上，其实也是因为塑胶套撕起来的时候发生摩擦而产生静电哦。不过所有的东西互相摩擦都能产生静电吗？有些物质可以让电荷自由地在原子间移动，所以通电时电荷会在物质间传导，这种容易导电的物质我们称为导体，例如金、银、铜等金属。但会导电的可不只有金属，其实还有非金属的石墨、电解质、水溶液，我们人体等也都是导体哦。但你还记得吗？静电之所以叫做静电，是电荷因为不容易自由移动而暂存在物体表面，电荷无法在物质间自由地移动，而不容易导电的物质称为绝缘体，例如玻璃、塑胶、木材、布等等，所以静电常会出现在绝缘体上。那么静电有几种呢？要如何区分呢？在18世纪时，有一个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在探索电学的过程中，将丝绢与玻璃棒摩擦，并将摩擦后玻璃棒所带的电称为正电，而将毛皮与琥珀摩擦，摩擦后琥珀所带的电称为负电。当我们将两个物体摩擦时，摩擦的过程中会提供能量，使物体表面上一部分的电荷移转到另一个物体上，这种因摩擦产生电荷转移而带有静电的现象称为摩擦起电。要注意的是，摩擦只是让电荷移转，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电荷。 A 球从原本的电中性在失去电子后变成带正电，而原本电中性的 B 球则是得到电子后变成带负电。其实我还有一个魔术哦，要看吗？当然好啊。于是狐狸猫又开始一边用自己的尾巴摩擦着生气脸的那一面气球，一边念起咒语 Money Mommy Home。 大家不爱生气脸，连开心脸都不想看你。摩擦完后，只见狐狸猫拿着生气脸的那面靠近笑脸，没想到笑脸竟然真的转身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好啦，我解释给你听。当两个正电或两个负电靠近时，他们会互相排斥，碰不到对方。刚刚的笑脸跟生气脸气球，因为跟我的尾巴摩擦过，都带负电荷，所以就不会面对面啦。但如果是正电跟负电靠近，他们就会互相吸引。不过，同性相斥、异性相吸的原理很简单，但是如果是三颗带电的球，他们之间是会排斥还是吸引呢？那我们可以计算这股吸引力或排斥力的力量有多大吗？没问题，我们将两带电体之间吸引或排斥的力称为静电力，它是可以量测的。法国科学家库伦研究发现，静电力的大小会随着两带电体间的带电量增加而变大，随着两带电体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变小。这个静电力与电量距离的关系也因此被称为库伦定律，而静电力的方向则与两带电体的电性有关。当两个球形带电体所带的电量分别为 QA 与 QB， 两球球心之间的距离为 R 时，两者之间的作用力大小为 F， 再加上库伦常数 K， 其关系可以写成这个式子。静电力的方向则是同性相斥，沿着连心线向外，异性相吸的静电作用力方向则是沿着连心线向内。如果我们把其中一球的带电量变成两倍，而其他都不变时，可以得到作用力变成 2F。 而如果是将距离变成两倍，其他不变时，可以得到作用力变成四分之一 F。 那么如果两个带电体的电量与距离都变成两倍呢？库伦定律我懂了，不过到底什么是电量？物体所带的电荷量多寡称为电量，电量的单位就是库伦，简记为 C， 就是因为那位科学家库伦而命名的。那么一个电荷有多少库伦呢？科学家经实验得知，一个电子或质子称为一个基本电荷，简称一，所带的电量大小为 1.6 乘以10的负19次方库伦。由于一个基本电荷是电量的最小单位，所以任何带电体所带的电量都是基本电荷的整数倍，而一库伦的电量则相当于 6.24 乘以10的18次方个电子或质子所带的总电量。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。不能自由移动的电荷不平均地分布在物体表面，称为静电。绝缘体可利用摩擦起电的方式，使部分电子发生移转，产生静电，得到电子带负电，失去电子带正电。同性电彼此相斥，异性电则互相吸引。电量单位为库伦 C， 一库伦的电量相当于 6.24 乘以10的18次方个电子或质子所带的总电量。一个电子或质子所带的电量为 1.6 乘以10的负19次方库伦，是电荷的最小自然单位，称为基本电荷一。带电体所带电量皆为基本电荷的整数倍。库伦定律为两静止电荷间的作用力 F 与其电量 Q 乘积成正比，与距离 R 平方成反比。最后一起来脑力激荡吧。在前面的静电力例子中，球本身的质量都没有改变过，那么球的质量改变的话，会影响静电力大小吗？